来，从周密那边开始，每个人一个 pose， 每个人一个。我们看好了，从这位哥哥开始。好，接下来。哇！别跑，这个我不想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了什么？你说了什么？感觉没有啊？你说了什么？不好的哥哥，我不选。史源，你做你的迷人的动作。今天我还到贴画呢。对，我们说今天的事，不说明天的事啊。嗯嗯，来，史源。哎，我的公主你好，你好。不好。你的吐舌头了。我够吗？嗯，现在是三个了啊。看看韩庚，韩庚施展你的魅力。嗯。不要接下来，你哪来的钱？我十块钱呢。来，黑人，十元。接下来，这叫糖果。对，糖果。糖果，嗯，很好吃的糖果。他骗你的，他兜里什么都没有。骗人。好，最后一位了哈，米旭。你好，米旭问，粉红色吗？你喜欢粉红色吗？好了。咱们七位哥哥全部都已经亮相完毕了，你们两个人去选择你们最喜欢的那一位，去吧，去选择你们最喜欢的那一位。耶！耶！为什么？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选择他？没有。啊，来来，妍妍说说为什么选择这位叔叔哥哥吧。因为他 beautiful。哎，听不听见？听不听见？再说一遍，因为他怎么？因为他 beautiful。哦耶 ！beautiful。你们会不会有很强烈的挫败感啊？啊，很嫉妒。啊，很嫉妒。哎呦，那这样，既然啊，你们二位选择了这两位哥哥啊，来，咱们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啊。你干嘛？你要？哎，那小女孩是初吻啊，那个。来来来来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课程呢，就是这二位啊哥哥，然后来教给你们他们这个新歌里面的动作。咱们的妍妍啊，要跟着一起来看一下，一起来学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。哎呀，不要再往后退了，可以了。来，咱们教他们一个这个招牌的动作。顺便呢，也让所有的这些歌迷们，他们也都知道分解动作是怎么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好展开推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又不得得得得。好，你们看好了。嗯。啊，不如谁？慢low。这很简单的一个动作。学会了吗？你们会跳吗？嗯，会不会跳啊？跟着哥哥一起跳好吧。不想跳。你想跳别的可以啊，那你跳一个，对，教我们吧。对，你可以教他们一个，他们那个舞蹈，如果你觉得不好看的话，你教他们一个好看的，好吧？行。可以表演了。过来。应该是这样。嗯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不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刚才演的是一小魔术吗？不是，小蝌蚪找妈妈。还有小蝌蚪找妈妈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嗯，各位学会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成果。啊。这两个 super girl 啊，肯定是出乎大家的意料，但是通过这样一个小考验呢，也能体验出各位在我们
美女当中心中的人气高低了啊。不过呢，都是一个就是游戏环节，大家千万不要当真。虽然他们两个确实挺迷人的，嗯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谢谢爷爷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啊，有礼物啊。哦，不用，还是他们两个吗？难道没有改变你们的主意吗？你改。拜拜。好，来给你的，给你的，不搭理我。来，那我们的镜头刚刚有没有带到这边奎贤和史源的相拥而泣呀？啊，哎呦，谢谢。心里疼。心里疼啊。来，我们现在这边呢已经看到了啊。送出了 Superman 的两件 T 恤，这是我们搜狐特别制作的啊。今天呢，通过 Super Girl 的这样一个考验，然后送给二位。哈哈哈你要做什么？做的好好啊！对，你可以随便在上面涂鸦嘛啊、嗯。然后呢，今天非常感谢 Super 啊。啊，玫瑰全部都送给我们 Super Girl 啊。四岁，你要等吗？好，那个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搜狐来做客，希望呢早一点啊，带着新的作品。有事没事多来搜狐来跟我们聊一聊，因为粉丝们都非常想念你们。听说待会儿要赶飞机，直接要到香港那边有演唱会，对这样的演唱会有什么样的期待？来，三哥。那这次演唱会呢，我们 Super Junior 秀第二巡的亚洲演唱会呢，不光是在其他的国家，那还有在北京的。还有在北京，还有上海，还有南京，都会跟大家一起见面。嗯嗯啊，期待你们更精彩的表演啊！今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前，最后一个环节要用歌声，用你们表演来结束我们今天整个的访问。嗯，看看我们要清唱几句什么样的歌曲呢？那这次我们的迷你专辑里呢，我们还有一首新歌叫《到了明天》，也非常好听。但下周呢，会跟大家一起见面。哦，到了明天。嗯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暂时唱一小部分啊，就透露给大家啊，我们听这首歌不用到明天啊。来，先提前呢把这个歌迷们送的大麦要交给各位队员手中啊，祝我们的新的迷你专辑能够大卖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我们，带着歌迷的情谊来为我们简单的唱几句这样一首最新鲜的歌曲。到了明天你就离开我身边，到了明天独自相爱心许愿，像一场电影到万劫篇，好好，谢谢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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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再次祝专辑大卖，祝演出成功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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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不要再打三心二意，你明白的，你清楚的，我超级。